我们看这一题，这里他说如这个图了啊，这个三角形 ABC 中了啊 ，D 的话哈在 BC 上，那 F 点哈在这个直线的 AB 上面，然后呢 DF 跟 AC 哈交于一点，角 B 现在是40度，40度了。角 C 55度，这是55度。角 DEC 43， DEC 这43度了。则角 F 等于几度了？这个等于几度了？好，那我们先来看哈，这个，这个角等于几度了？这个角是180减掉这两个角，那这个角的话又等于啊这两个角相加了，也就是说哈，角 F 哈，角 F 加多少呢？角 F 加上40度是等于这个角度的，那这个角度加这两个角度等于180加43度加55度等于180度了。那这样角 F 等于多少？角 F 哈等于多少呢？83加55 8 138，那就180度哈减掉138度，这样多少呢？这样是2 7减3是4，所以呢是42度，所以这一题哈，应该要选 B，42 度。